国有城西城四方，城有君兮人亦长，晨钟能兮为栋梁，君有后兮持正方。子皆手端出落榜，女以娇扭中惶惶，然命一介君子女，是今平宁百姓康。唯愿我能一日为妻，从心从孝无私福利，为父子情于内，为父舐犊于心，事情于处无数理。但愿吾能尽皆其余，一君一父无有担心，身乃君德之首，名为天下根基，为四海平宁。爹爹这么喜欢这些才子写的文章，从小不知道让我背了多少，如今却把我许给那个李伟，难道要指望他写出篇什么老长老长的什么记来让我背啊？公主，或许公主府落成之际，驸马都尉便大笔一挥写下一篇洛凡阁记呢。洛凡阁这名字倒别致。你别哄我了，我听人说这个李伟长得不怎么好看，人也不怎么聪明，今年都快16岁了，才学完孝经，还有一大堆的孔孟经书等着他啃呢，根本没有时间学诗赋，这以后怎么能陪我吟诗填词呢？你是在笑我不会吟诗填词吗？臣怎敢，公主分明是诗词双绝的呀。你分明就是在笑我。或许我的诗词确实比较一般吧，但是曹哥哥那一定是诗词双绝的。公主何时曾与曹公子吟诗作对啊？那自然没有，我总会在曹哥哥面前抱短嘛。那公主又怎知曹公子诗词双绝呢？他人那么好看，又那么聪明，既玩都比别人出色。我听说他射箭更厉害，蒙住双目都能射中天上飞过的大雁。他这种神仙式的人物，又怎会不擅长诗词呢？臣愿请命前往。好，贝州城剿匪一事便由参知政事文彦博任宣抚使，左谏议大夫名号为傅，亲往破贼。陛下圣明。前线军情瞬息万变，信差往复难免有误，前线事便由文彦博做主，便宜从事。朕还有件家事，想听听众卿的意见。毕竟朕的家事也不能算是私事。那便是为福康公主择婿。
福康公主年满14，却已到了择婿的年纪，不知陛下心中是否有合适人选？朕的舅舅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用和之次子李伟。陛下英明。怀吉，你说爹爹若一定要让我嫁人，为何不肯把我许给曹哥哥？是不是因为爹爹不喜欢娘娘，便也不喜欢娘娘的嫁人呢？官家做什么决定，臣是不敢妄论的。怀吉，我把你当哥哥一样，你却像所有内臣那样拿官话敷衍我吗？怀吉，我舍不得爹爹娘娘姐姐还有你。但如果是曹哥哥，那就还不错。曹哥哥人那么好看，谁又会不喜欢他呢？而且曹哥哥是娘娘的侄儿，我若嫁给他，就是嫁到娘娘的娘家。娘娘的家人定然是很好的人。可是李公子是官家的亲人，官家必定也很担心公主在外会受到很多委屈，大约官家对娘娘的亲人还是不太熟悉吧。但是李国舅却是官家最爱最信任最亲近的人，所以官家确定只有公主嫁到李家，公主才能像在宫中在官家和苗昭仪身边一样被呵护爱宠。真的吗？公主是官家在这世上最爱的人。陛下仁孝，天下称颂。唯因不知情而未能对张毅皇太后尽孝，是属陛下无心之过。福康公主乃陛下挚爱，若能下嫁李家以为太后，必能补过。臣以为李国舅身为陛下至亲，位列将相，却推引臣事，持家简朴，在京城不营私宅。若公主能出嫁到如此人家，必无外戚乱政之忧啊。官家屡次赐国舅宅邸，国舅均推辞，借公主出将可厚赏李家。官家此举不但慰藉太后于地下，岂有教化之功，天下闻之莫不感叹凄恻，必能相劝以孝。既然众卿都觉得极好，朕便选李用和之子李伟为驸马都尉，上福康公主。待公主成年之后，择期完婚。这个点心真好，怎么外头的点心总是有新花样，可是我们宫里的还是几年前的老样子呢？官家和娘娘崇尚节俭，咱们宫里的吃的穿的可不敢变成花样精致，怕官家娘娘怪罪奢侈不爱物惜福，
倒是这些年四海平宁，百姓安乐，富裕人家很能琢磨这些享受的，外头吃的玩的花样翻新的快得很呢。那姐姐，若我出将了，便可以常常去外面玩，去周桥夜市，去瓦子看杂耍，去郊外的园子踏青了吗？出将了你也是公主，不是随便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平民女子。不过规矩是比宫中松泛许多，若是驸马都尉愿意陪着你一起，那偶尔出去逛逛也是可以的。可是姐姐，我听人说那个驸马长得不好看，人也笨笨的，别人问好几句他才慢慢的回答一句，这样的驸马就算陪我出去逛也不怎么开心。好啦，出将也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，我看你还不如去把《沧浪亭记》背下来读懂了，回头你爹爹来的时候，到时候问你，你一句都答不上来才好呢。娘娘，这棺子若用朱花的是不是会好些啊？你这是要在出宫前替我把后半辈子的棺子都准备好吗？娘娘，再有十余日便能出宫了，盼了上千个日日夜夜，眼瞧着就要盼见了，这是欢喜的都掉了泪。娘娘，你知道我不是。我明白，秋荷喜欢我，不舍得我，不舍得我还是其次，秋荷是不放心我。那套我陪嫁的香具，我看你当时特别的喜欢，它虽是坏了，我却想了办法求了两套更别致的给你。今日怎么一直没瞧见灵儿啊？灵儿姐姐染了风寒，怕过给娘娘，今日便没来当值。这几个月灵儿病了不少次，明天叫个大夫给她好好看看。嗯。官家，您要找什么？臣给您找。这是好多年前娘娘写的，送来请官家指教。当时环儿还在，她说其实这是娘娘写给官家的私信，
这套话剧也是给你的，还有一坛桃夭，我琢磨了很久，专门为你酿的。你的好日子我去不了，便在你出宫那日饮了这酒，便当是我喝了你婚礼当日的喜酒了。娘娘对秋荷的好，秋荷无以为报。傻丫头，这几年教你读经书诗赋，与你学香道，一起研读医理，便觉得时光没有那么无聊了。我也舍不得你，但想到你能嫁给一个与你互相心悦，还肯等你上千个日夜的男子，我真为你开心。管家，管家，别的没变，就换了幅字，不如原先范仲淹的巨学为海，则九河我吞，白骨我尊，醉词为风，则浮云我绝，梁羽我切，又磅礴气魄。前几日有恒来信，加了苏子美的新作，臣妾读了几句感慨，便随手写了，随手表了，换换新鲜。前日我与陈执中商量，苏顺清所犯过错也非不中不小的大罪，学籍为民三年，惩戒也不轻了，或许可以起复为湖州长史。朝堂事，官家所做的决定必是仔细斟酌考虑过的，但苏夫人杜有恒是我挚友，若苏顺清能起复，臣妾替他开心。谢官家宽宏。官家好口福，娘娘新酿的酒刚取出来，咱们这儿还有前日刚买回来的肉干、枣圈、金丝倒霉下酒。好，我也许久没喝皇后酿的酒了。你还是穿鹅黄色最好看。上个月市面出了新花样，姐姐给你做了套新衣服，你一定喜欢。婆婆，你在看什么？我，哦，刚才那边有两只野猫在争食儿，已经赶跑了。婆婆，你是不是看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我总是觉得这祥鸾阁被人下了什么咒，月儿、瑶瑶、幽狐，他们一个个的……呸呸呸！不许胡说啊！咱不是已经请大师做了法了吗？不会有事儿的。这风太贼了，快进去，别冻着了。你不酿墨药了？臣妾已经很久没有酿酒了。这是秋荷到了出宫之日，臣妾酿了酒，准备送给她的。桃夭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
之子于归，宜其世家。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你出嫁之前，也酿了桃夭吗？出嫁之前，太久了，臣妾已经忘记了。是啊，如今都到了给徽柔择婿的时候了。今日我让众臣议论关于徽柔择婿一事，我提了李伟。众臣通常都会分为两派，一派赞同，一派反对，或者是两派一起反对。从没像今日这样，所有臣子齐呼陛下英明。仿佛他们的官家终于做了一件最正确不过的事情。李伟很好，是徽柔良配。为什么？这上面的话有些是李伟画的，有些是帕上原先有的，那些许李伟所画，譬如那几笔飞鸟和芦苇，一看便是兴之所至，挥笔而就。是他送给皇后看的？是有几次他随国舅入宫赴宴，没机会见着徽柔，或者对着徽柔过于紧张，让人把徽柔最喜欢的点心国府蜜饯送到我这里，转交徽柔。这些都是包点心国府的罗帕。淡墨所绘的图案，与帕子上原有的图案，绝非一体。甚至突兀不协，可见不是有意为之。但这两笔飘逸灵动，有呼之欲出的仙气。之后我着意瞧着，在宴席上他无意歌舞，更全不懂与贵妻结交，只是低头用酒水在岸上勾勾画画。李伟画画是因为画在心中，由心而出，随笔而就，莫说给别人，更不必给自己留，都是自己所见所感。李伟真爱徽柔，是因为他觉得徽柔可爱，想对徽柔好，希望亲近徽柔，甚至都不琢磨如何让徽柔喜欢自己。至于徽柔能带给他的荣耀，他万万是想不到的。满朝文武自有满朝文武觉得李伟适合上主的理由，官家也有官家的考量，这只是臣妾一己所见罢了。我还记得一次满朝文武齐赞陛下英明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？
我选你为后的时候。满朝文武选李伟，与满朝文武选臣妾，内心倒是同一个道理。没有资本，妖媚惑主，恃宠干政。半嫁的女子，美貌就是缺陷；上主的男子，才能就是忌讳。他们也定有共同的奏对说法，家世品德。然而他们却误会了流言之下丹叔的容貌，也读不懂李伟深藏于内的才华。朕其实感激当年的流言与误会。可是官家为国则后心满意足，然而回柔却不愿意为国出将啊。不，不是这样。官家确实为国则后，但绝不是为国嫁女。然而辉荣能透过李伟的脸，笨拙的举止，木讷的谈吐，窥见到他的赤子之心，才华横溢吗？在辉荣心里，官家定的这门亲事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他。李伟会全心全意的爱辉柔，不会有那些世俗人有的猜忌、考量、算计、计较。皇后可曾那样对待过我？官家娶臣妾，难道就不是无可奈何？难道就是欢欢喜喜、满心期待的迎接臣妾这个妻子？当时，在那之后。官家对臣妾，难道不是今年的冷淡嫌弃？官家对臣妾这样，难道还要臣妾摇尾乞怜、献媚邀宠？究竟是官家考量算计，还是臣妾计较猜忌？什么讨厌？满口酸涩，哪里有灼灼其华的鲜艳浓烈，也无有逢其时的丰腴厚味，更不要说其叶真正的繁盛浓烈。
臣妾酿的酒，自然没有企业真正的繁盛。秋荷，秋荷去备灯，去把料子叫来，接管家。这不走。朕便是为国立后，你也是我赵祯的妻。我竟容你矫情了15年，够了！干什么？你要对朕动武不成？又要来臣妾有罪那一套吗？委屈了。想东想西，害人害己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若是将来能生个皇子，定有你想不完的荣华富贵。可是有一点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碧寒永远都在你上头，你别想僭越，官家也不会让你僭越。官家，走水了！快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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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了！
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。快去看看，快去看看。是。娘娘莫急，想必是哪位高班对宫女惩罚太过。胡说！惩治宫女内侍，怎会有火光，有马蹄声响？臣这就去探看。娘娘，娘娘，李承德、顾三喜，有。你二人。令坤宁殿所有内侍尽为官家，此时无论谁想接近官家，杀无赦。尔等内臣若为情势所迫，理应舍己护驾。以身殉国者，追封三代；遇贼退却者，凌迟处死。誓死保卫官家。真的有人杀人放火，到处都是火苗，丰宁殿，丰宁殿的火苗最……你立即去，以皇后口谕，传两省都知到坤宁殿，不许将官家在坤宁殿的消息泄露出去。是。秀娘，在。你带所有宫女集中水源，领赶来的内人，火起一处便灭一处。此时情状未明。万不可所有人都围在官家身边，集中先灭此处火势，以防贼人知道官家所在。是。秋荷在。取我长剑来。是。闭阁勿出！皇后口谕，诸娘子闭阁勿出！皇后出召两省都知，皇后出召两省都知，皇后出召两省都知，皇后出召两省都知。先生，张先生，官家，会计，一些崇祯殿的听从官越过沿河殿入境中，现正在福宁殿后，不知人数。听从官谋逆，尚且不知。我现在要赶去官家身边护驾，你们守在这里，做出誓死护驾的姿态。
官家，张娘子，官家到底在哪儿？我要去见他。里面，先进去。谁？张茂泽，张先生。娘娘，是我，茂泽。请进来，姐姐。外面好像安静多了，那些贼人应该都被制服了吧？想来应该是。可是爹爹娘娘还没再传来消息，爹爹不会有事吧？那些工人、内侍，还有你娘娘，都会拼命保护你爹爹的。可是内侍们大多都不是武人，和贼子们拼斗会损伤很大吧？但愿怀吉好好的，不要受伤。管家。臣听着声响，关火势，贼子应当不多。不过，如今与禁军指挥使还没联系上，外面情形不知。臣想，若不然，臣便出去探看。不可，茂泽，今日你寸步不许离开官家身边。便是最坏打算，这间大殿被贼子占下烧掉，你也要护着官家安全。臣遵旨，臣方才。鲁莽不识大体了。守中，管家，贼人既不来宫门，人数应该不多，可以先遣一些内侍调至殿后与贼人周旋。管家，如今坤宁殿中内侍不过数十人，贼人是禁从官，手中有兵杖，如若他们人数众多，恐怕……臣妾也觉得贼人不多。但是官家在此，不敢丝毫冒险。记忆是深邃的气息，翻涌在每个缝隙里，牵马。像檐下的铜铃，风一吹，就被唤醒。命运是生来就注定，挣扎还以为能逃离。皎皎春河里，红霞又叹风雨息，墙下梦痛不知情，初儿戏，小蝶独啄一花蜜，桃之夭。